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翻嚟《微星略捐》第十四集，系啦，咁就我又谂谂玩到去边先，哦，即已经系揾唔到蓝马啦，跟住啊翻翻转头，依家翻翻嚟蓝幻滨。继续跳下机先啦，同埋我要操车啊嘛，代表决定战，又系喎，呢度好似，可以拣睇同唔睇啊嘛，但我记得就算我暗唔睇都好。听讲佢好似都系强制都要播，我唔记得咗呢、這个就，因为我好似次次我都有睇。一开集咧，咩叫立后位啊？一马当先。每日饭店。就是咁啊，港女啊输咗啦，港女啊输咗俾南无为啊，咁無聊嘅嘢就唔玩住啊！呢遲下大把時間，咁啊，操車咯，嚟啊！哎呀，我唔記得咗咪液洗添呢邊。FD 的 FC。有啲咩红一白嘅呢？呢边啱嘅。我咪应该换翻副计咧。唔记得咗嗰啲嘢啱唔啱呢边噶？咁就要睇一睇。我要赢，见到蓝马我一定要赢，哎呀，就咁啊，就系啱啱咁样犯少少错，就已经会输啊。遲啲好似有280啊，唔好攞住呢个。265啊，攞咗冇着数啊。系呢副啦。咁啊，順便去升下啦。偷輕輕極都有個限度喎。
都系减咗30 kg。上集讲过啦，嗰只系令到佢靓啲啦。繼續操啦，話說我上個禮拜過香港啦，應該上集都有同大家提過啦，我會過去。雖然我講得唔係好肯定，都係同上年一樣，就係戇鳩鳩行動慢。嗰條龍呢真係嚇鳩死我。淨係去買飛都要差唔多排成個鐘，可能咁啱係撞正最人多嗰段時間啦。係咯，我同嗰個 friend 身水身汗噶嘛，話唔得喎，好快到頂喎。跟住一到頂部嘢，好容易失控啊！一定要升，keep 住42秒，依家就都系撞咗一撞。我唔記得咗贏佢要幾多秒先得個圈。我有4輪嘅底盤未？有咯喎，咁點搞咧？我記得我係用啲花佬喎。唔通我唔係用啲副引擎？冇理由啊，應該都係弱星。人啊人啊，车啊车啊，我应该让开，跟住射部黑色嘅，笨咗。不过头先咁样，我又做唔切呢啲动作。可能我打蓝马嘅时候我会好静啊，因为我要严肃，要认真，集中。再加上我都冇乜嘢讲啊，今日，哎呀，41，即系第一个圈要40以内啦。跟住系咯，应该第一个圈就38。定我应该系上边升咗先啦。
适完先过嚟慢慢习惯。佢一次过啦，真系多傻嘅真系。呢部嘢我唔记得佢叫咩名字。我记得我起步冇理由咁慢㗎喎。我记得我起步仲快过蓝马喎。哎呀。咁咪又死咗㗎喇，去到嗰場唔可以有呢啲失誤。我記得我嗰陣時都係一踢過㗎喎，係喇，冇可能42咁慢啦，即係應該係38㗎喇，要抽到第一个圈就38。垃圾。但系照咁嘅状态，好似真系输硬咁喎。点搞呢？唔通真系烧？输咗佢都照过，唔得噶喎。其实都争啲噶啦，个起步速度应该就差唔多。屌，哇咁捻，唔好意思啊，啱啱瞓醒。而且是被人吵醒啊，所以仲要咬咬下。哎呀，咁啊死硬噶咯，嗰啲时间完全唔掂啊！夹夹先，屌，仲要玩多15场，咁啊，转条短啲嘅玩啦，真系顶唔顺。咦，唔係喎，頭先呢度咪得囉，夠短啦、啊、欸，俾部車我唔該，車呀、啊、車呀、啊、15場啊大佬，同埋我系咪应该使少少钱买埋嗰20kg？ 因为真系要改到极限啊！又唔系话要好极限嘅，你俾到一两格我啊，咁即系起码要赛咗15场。大家又要闷多一阵啦，基本上都系可以飞咗段片佢，即系呢一段系我嘅练习时间。
同埋升級。如無意外，應該呢集都係咁噶啦。因為計翻個時間，一集個要贏埋就問水啲，應該分兩集。十五場啊！唔係喎，咁應該係中華門喎，咁喎，係咯。佢中華門升級最快嘅好處就係佢係連續俾你挑三場，雖然佢其餘時間撈就撈得耐啲，但起碼唔使你再周圍揾車，同埋距離短啊嘛。系啦，一於咁話啦。我爛媽爛媽，點解你要咁勁咧？咁又係你。連續兩場咯，升級嘅啫，其實好耐吧。唉，係咪好悶啊？我都覺得好悶，唔知做乜嘢，一路係咁升級，冇計啊！真係，我唔想咁悶呀。呢段時期就係咁悶喎，又唔可以有劇情進展，因為一進展就過關啦。我做啲準備功夫。定係一話我呢段就快鏡咁，都好喎、啊。反正嚇、啊，反正我轉片個程式而家有一快鏡。定係我直頭唔錄啊？將比賽嗰啲嘢全部都唔錄啊，跟住到接翻條片嘅時候，我已經係入咗劇情咁啦，都好喎、啊。喂，呢個其實都嚇、啊、算係玩緊啲未玩嘅嘢啊，係咯。呢兩個回合都未完過，咁啊，由等陣開始嗰段就卡卡咁，跟住片尾啊 show 一 show 我升過幾多咁啦，費事大家咁悶啊。再加上要攞嘅嘢，南環濱呢邊都冇乜噶啦，又冇得 cut 片。我記得係啊，呢個係冇得 cut 片。
所以之后咧，我升级咧建议大家系玩佢下边嗰、那个，因为上边呢个模式一定固定要你睇呢条片，好烦，唔知点解，我唔知点解。咦？嗱，所以话咧入嚟玩系冇错嘅。咁啊，唔要拧身啦，我要啊，我要轻。有嚟试下咯，一输我又会俾佢立嘢噶咯。依家你要有信心先得嘅，立何为都赢唔到，你点赢蓝马系咪先？俾信心自己。但信心呢家嘢都有嘅，系嘛？赢佢唔大炒得噶啦，呢个可以撞啊！巴拉巴巴巴。三甲粉红色。你已經輸了，咩啫？唔鋸，隻抽你就隻抽完啦，都唔鋸啊！咁啊，玩埋嗰個佢啦。我发现我啲片越嚟越少人睇啊，所以就吓个动力系弱啲噶啦，冇计啦。或者可能暑假啦，之前啊可能又未考试之前，咁大家多时间啲嘅睇片。不过我都知噶啦，来来去去真系想睇嘅都系嗰几个。加上呢只 game 始终系一只冷门 game， 咁冇办法啦，系我自己话要出攻略嘅。呢个系我自己嘅意向。隔篱屋开门，录唔录到啲声咧？差唔多噶啦，系完埋呢三个回合，跟住我就会咳咳，跟住片尾啊，影翻同大家讲我升咗几多咁啊，攞咗咩咁啦。因为之后我都会一直系咁喺中环门呢度系咁踩，咁踩，咁踩啊。所以攞嘢就应该唔会点攞噶啦，攞嘢就我呢轮会睇埋，即系我依家唔攞，我之后都唔会攞住啦，即系纯粹系升级赚经验。呢个系升级好地方嚟啊！如果大家找到后期想升级的话，我都是建议大家在这里的，因为真的快。
后期仲十秒一场添，可以系可以十秒八左右嘅，十一秒都唔使，系十秒八。当然系改到尽晒啦。啊，呢个有一 cut 片噶嘛？真系冇嘢攞嘅，咁就依家我啊继续升啦。咁等阵翻嚟嗰段仔就会落翻我升咗几多咁嗰啲咁嘅嘢啦。咁就一系留翻下集啦，咁就喺下集一开始就直接过去，呢一集就直接可以废咗噶啦，大家吓。咁就係啦，今集嘅时间差唔多啦。下集返到嚟我哋就开始直接挑蓝马㗎啦。咁啊係咁啦，大家就追落去啦，拜拜。Hey, hello, hello, 大家未走喎。头先我就返嚟码头呢边呢，跟住就攞到件宝物啦，就係 R33 嘅引擎。我就发觉佢效果就好过晒我所有引擎啊！今次就胜算可握啦，因为头先我都跑咗一次系36秒，咁就系啦。大家就记住啊，记住系攞翻有机会遇翻呢一个引擎，即系都系喺我哋主场呢一边。呢个真系宝物嚟啊！可以由头玩到落尾咁样呢副引擎，真系啊！去到高速公路嗰边都冇问题，有排玩啊！同埋佢又轻啲，头先系跑咗次36秒，咁啊唔争在啦，唔争在，依家就跑多次，熟习完之后跟住 save。跟住就下一集就开始直接一嚟啊过去挑下蓝马啦。真好正啊。嗱 ,36 秒啊。但有可能啦，有可能係我唔录影我先跑到啦。紧张啊，怕丑啊。你睇又撞啊！头先我冇撞过噶，一录影啊炒车啊，顶、哎！最起码你同我跑翻38秒啊！呢副好嘢啊，副引擎，哇！又撞正嗰粒位。执到副好嘢，兴奋过头。原本不还崩都会攞到嘅，但系就真系唔知道，因为我唔好彩啦，可能遇唔到嗰部嘢，结果翻嚟先至遇到。咁升唔升多格好咧？感觉上升咗好似仲快喎，咁啊唔理啦，唉，唔升住啦。如果有啲咩问题嘅，啊就最多卡关啊、续关咁啦吓，但系佢又冇得俾人续噶。啲赢输啊，一战而定啦。咁啊，系啦，即系头先头先嗰度系未完啊，咁啊加埋呢一度，跟住先至系第十四集嘅完毕啊。
就等就系第15集啊，一次佢挑男啊，咁啊，系咁啦，等你再见，拜拜。